中华县庆祝105年父亲节甲模范父亲表扬大会，6号早起在花坛全国乐园大饭店举行。县长吴明国颁奖表扬各乡镇市公所甲社团所选出35位模范父亲，毋忘借由这个活动带动社会善良的风气，建立教好尊亲大爱社会。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8月8日就是父亲节，当一个父亲呢真的责任重大，要扛起这个千斤万重的责任，不仅要当家庭的一个支柱，也要当一个家庭的靠山，也是家庭的一个避风港，所以当然人真的是要养家糊口，不仅要能够照顾这个妻儿，也要出外打拼事业，还要跟人家拼，要出头露面。所以我们跟在座伟大的爸爸来鼓鼓掌。在这个父亲节我觉得最重要除了感念父亲的心最重要的我是觉得应该我们发扬我们的孝道怎么去孝顺父母及时行孝。为民国县长甲35位模范父亲的子女，甲爸爸列灵，皇帝甲爱的抱抱，用一句“爸爸辛苦啦，我爱你”，感谢爸爸的拥有之恩，场面让人真感动。今天是我们彰化县政府呢庆祝父亲节及表扬模范父亲的一个活动呢，那感谢为爸爸也莅临现场。那我们今天呢有模范父亲的孩子们呢给爸爸捶背，然后还有奉茶，感谢爸爸一年来的辛劳哈。那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们呢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们会当来得到合作这个模范父亲非常的感谢，非常的谢谢，安尼吼，这个，遐就是会使讲爸爸节啦，爸爸节就所有做爸爸的吼，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迄个天天快乐。爸爸是家庭上重要的大枝条啊，为县长勉励所有的囝儿是说，拢爱有感恩、孝好、友好父母。在生活当中加一些关心关怀都是爸爸最大的安慰。公益频道林俊明花坛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